三位一体，一体有三面。嘿嘿嘿嘿。哎，兄弟啊，好势好势。哎，哪会咱三个拢在这？嗯。介三个人的声音，哎呦，莫惊我，阿弥陀佛，莫惊。小师傅，既然到我即摆已经入来啊，就让我入去摕物件。你是李大爷？嗯，我入来去。安尼哦，我赶快过去再甲你讲吼。嗯。我就知影你无存什么好心，叫我啉什么良心汤啊！啊，若不是我假无意困去，看你去比什么把戏，我即下玉如意就把你摕走去。哦，这个玉如意，根本来就是你的。你，这个声音敢想要听无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就是二十年前替你去偷摕这个玉露，李君。是你？哦，唔对，今嘛，我就要物归原主，将这个玉露献给老二，谈好给老二，摕这个玉露去告你，这就是伊要告你上重要证据。你是要别讲什么？李君早死呀！你们赶紧走开！无唔对，二十年前，你用着少年的步数，将我锁起来被射伤，害我跋落断崖而亡。赵天，今仔日就是你的报应到了。就算我你是李坤，手下的败将，我照常要打你。连查某都袂要杀哦，查某，无唔对，我就是张元五。在二十年前的时，你害死李大爷的时阵，连母亲的我，嘛总予你害死。结果，我甲我后世就来失散。奈安尼？哎，你哪会袂安尼？吼，你吼实在给我看啊真袂做呢！什么红手辣，真正害死两个人啊！哈！哎，借问一下吼，你敢是阮监视书记呢？啊，我唔是恁书记，无我是啥？切！哦，公粮牌五斤鸡，哎呦，有够恶心，有够狠啊！哎，干脆你给我拍一个。你笑，好，真好，我非常之好。安怎？我不管恁是人还是鬼，是真还是假，为着恁在我秘密上过世，今仔日我一个一个都要了恁。救命！救命！老子！小师傅，你别惊。我来对付伊，你先走。
真是好家仔，敢是主角？唔对的，迄李大爷，唔知到底是毋是迄上天的对手的？哎呦，真正是急死人诶！你莫搞扭啦！你莫搞扭啦！男女授受不亲，而且你阁是一个和尚，你莫搞扭啦！哎呦，你哪安尼啦？啊，就是衫呢，这歹看，我袂穿啦。和顺和顺，非常和顺。哎、欸，董事长，你来啊、喔！我知吼、喔，你上关心我呢，绝对吼袂放我伫遮啦。啊，董事长，啊伊吼唔是干事长，啊伊是吼迄张元哦。有够歹看！啊，你是谁？你哪知我的名？你哪知我的名？你呐，通通甲我出来！叫你赶紧转来，叫你赶紧转来，莫搁创治阮的爱。叫你赶紧转来，叫你赶紧转来，莫搁创治阮的爱。嘿，哎哎，干啥？干啥子？干啥子？多谢大师相助。不知大师变哪称呼？名阮是祭奠。祭奠。恁的代志我拢知影，你放心。天王恢恢，该行的将鬼会行，该真的啊将鬼也会真呐。李军，李军在。你呀、啊，千万爱去，后世人莫再为贼。你要了解呢，做贼不但名声歹，而且个人误人一生，害人一世，了解吗？李军知错，多谢先生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哎，苏兄喂，苏兄，困饱好起来了。想袂到。做人的滋味这么好，摸得到物件，摸得到人。等我将玉如意害予老姨了后，我一定赶紧去投胎。搁再出世的时阵，我一定要好好做人。是啊，也毋过，我到这当阵，还搁还袂找到我的囝。啊！我拄仔是伫创啥？干啥子？你替吼，你大爷吼，偷摕着玉女伊的。我替偷摕着玉。啊！我偷摕物件。惨啊！惨啊！惨啊！惨！我讲人哦，当当是林伟师的监视呢，我哪会去偷摕物件啦？这万一也是红知影哦，我以后是免哪做人啦。哎呀，师兄。免烦恼，免烦恼啊！你今仔日啊，帮助李军，有左右拢看到，伊不但袂怪你啊，佫会伫个功劳簿仔内底，甲你画一片足大片的了。是真实的啊？当然真实的啊！师弟当时捌甲你骗哈。哇！高师叔姐，安尼吼，你将来死啊吼，就要去西天记如来。真实啦，我也是死。你个头啦！要死哦，歹势，做你生气。我处置还袂做，啊，我生气还欠还袂有够，无啊，都无我管伊要转去啊。谢。哦。小金。多谢公娘圣旨。圣旨的文字，李军来世再报。哎呦呦呦呦！无啦无啦，你唔通啊客气啦，我做个遐哦，拢是我应该做，啊，恁紧起来。听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听起来。好了，好了，即马上要紧的就是爱甲这玉如意有几个原主啊。是啦，
我应该较紧张，让路易害予老爷，希望安尼会用减轻我的罪孽。啊，既然安尼吼，恁紧甲物件摕去行动，我来探讨来走啊啦吼。诶，碧青啊，把物件摕好人。好。师兄，你安尼哪对啊？因两个哪会是灵魂呢？无法度接受人间事物，我看你摕予因啊嘛是无效啦。啊，那安尼要安怎？ 改定啊，是失灵人啊！我看啊是你啊，替因摕去行啊！啥？阁是我？不会吧？恳求文公，请文公甲我斗相共，帮我完成上尾的心愿。是啊，求文公一定要甲我斗相共，找着我的囡仔。哎呦，啊你也要救我，伊也要救我，诶，啊啥？大家拢要救我，这是为虾米啊？ 因为吼，看是输在你人太红啊啦！哦，干嘛呢？想要讲吼，那人红吼，冇人红的烦恼呢。好啦，我甲恁斗相共一摆啦。多谢文公。哎，我看卖吼。哎，啊，那是空的。 啊，空的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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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将你毁掉。你，我哪样让你把这个物件毁掉嘞？我爱何露伊，我爱着露伊嘞，啊！李坤，你要去哪里呀？我本来只是想要将玉露伊摕倒转来害好老伊，然后我才叫伊去曝光。但是我想袂到，赵天是这么卑鄙。既然安尼，我嘛无管遐多啊，我要向伊讨命。就算讲我阴险不敌小心，我嘛无管遐多。袂用的，李大爷，这样代志你二十几年都已经忍过，你哪会要救第一一时呢？你哪摆问圣经，这样代志可要安怎处理？啊？搁是我？师兄，即马圣经换你做啊！哎，无啦，师弟，你无听吼，伊嘛叫你圣经呢，啊，所以吼，圣经咱做恁做，安尼代志哦，咱做恁解决。哎，师兄，我是无法度呢，稍等下我着转去苦呢。你放心啊，这个玉如意，稍等下我来送你转来。李坤、白毛啊，伊夜要光啊，恁两个赶紧转去玲珑啊内底啊。在家啦，您怎样啊？安尼嘛袂歹。哎，师弟啊！翠婷，翠婷，翠婷啊！哎呦，翠婷，翠婷是在倒位啊？翠婷哦，翠婷，伊对面去啊，对面去啊。这边哦，这边伊对面去啊，对面去啊。哎，不行啊！伊拄只手的吼，迄牙迄支是不是玉如意？那是迄款的。哦，那是哦，那是念头啦。无错，我咧讲你越来越有智慧，想要跟你接讲啦。啊，既然知影哦，伊提示玉如意，啥物仔坏小动的？哦，哦啥？进来了啦！哦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玉啦，酸！哎呦，小姐的，我今日要治你的性命，
小等下呀，你即马手的是摕啥物物件哈？玉如意。对啊，你嘛是为了恁龙仔的公案，决心要帮助因呐。无错。规章好好，规身我嘛是真心要帮助因，啊无安尼啦，咱两个好好卖个冤啊，好不好哈？你免想，准讲你顶辈无甲我抬死，我嘛会遵照阮叔的命令，将你抬死。哎呀，你呀、啊、实在是中毒太深了哈！我当初哪有讲啊？好啦，即嘛先卖讲这样代志。即嘛你手中是摕玉如意，不如咱两个好好了后，来甲这样代志处理。啊，等这样代志若处理好势了后，咱两个再来好好拍一场，你看安怎？好，代志就安尼决定，来，咱两个来压一记啊！我压就卖压，你就是你家己的手胖啊！讲到恁两个哦，实在是，你头前走的拢唔知你后壁了会艰苦呢。恁两个哪无拍起来呢？拍你头啦！拍你头啦！你哦，真正是臭皮疼的。嗯，兄弟，你这只虎，不是啦，我是讲那白灵姑娘哦，是不是已经夹到那个玉如意啊？没错，规章。哦，那安尼哦，是不是今晚是咱提灯去香哦，老二。嗯，行。恁三个做伙去就好，我过来苦一时，等我代志解决了后，我才去转来找恁啊。无啊，爸。无啦，这等啦，毕竟，恁叔叔是要转去苦什么啊？伊可能哦是食歹巴肚啊。食歹夜头啦。你无讲还阁有高粱伫遮，你讲话嘛较斯文嘞。白领千金，小姐十个娘，请。你初食不是食歹巴肚，还有啥个袂？别吃啦！好，等下来啦。阿郎嘞，快点快点！你真正是大梦啊，新娘无看伊走呢，我是倒伫遐咧睡觉。你妈咧搞假鬼六点啊！我问你啊，迄粒头啥是伫遮啊？即马是你要问，还是恁厝迄个？是我，阮大人要问的啦。你倒是招来哦。迄粒人头啊，是我去夜市的时阵，甲捡倒转来。你乱讲啊！什么夜市啊？夜市啊，就是夜总会，也就是蒙阿婆啦。哎呦，我看到伊的时阵啊，伊外安尼古锥咧呢，所以讲啊，我唔敢想讲要甲捡转来卖啦。啊，看啦，甲当作古董无吼，现在甲放咧厝，摆咧厝的啦。代志就是安尼啊。你敢知影迄粒头吼，顶头坐甲无？啊，分明叫抬死的咧。哈？歹事的哦，是啊，冤枉啊，大人呐，这有可能是我做呀，对吧？吼，你个是嘛知？是安怎讲啊？你想看卖呢？迄个人头上起码还佫有二十几年啊！啊，你唔是甲迄个大人讲的，讲我家家才二十几岁尔，哪有可能是我抬啊？是啊，我是安尼甲阮大人讲的。嗯，啊，你哪会知啊？啊，我什么都拢知影。安尼吼。请教的哦，啊，你敢知伊的身体甲骨骼即马伫倒位啊？不告诉你。哎呀，大人啊，过两天啊，有人会来过，到时阵你甲抓我回乡去公堂，我会老实甲你讲，安尼就好咯。等若上公堂哦，大英伺候落去，我会惊你唔讲哦。你若果唔讲哦，你就准备哑巴倒啦。你搞入去啊！你假先哩，走出来当我唔知哦。我白来到假先六点。大人啊，原来你嘛。大人，我系第一。哼，第。如意菜哦，好食的如意菜哦。来，人家买一筐，人家。
来好吃的如意菜哦，新鲜的如意菜哦，好吃的如意菜。施主，嘿，你好。我哦，做和尚已经做足久啊呢，啊，什么青菜我拢捌食过，迄就是捌食过你拄则咧讲的什么如意菜啦。你唔知影什么叫做如意菜？来来来来来，你看，这是亲像什么？这，这那是如意菜，哎，那明明就是豆菜。就是因为豆菜啦。恁搁甲看较详细，这是亲像什么？哎，个性如意的，都对吼。嗯，就是讲，伊唔是如意菜。啊，无伊是叫啥物？来，我甲你讲，买一寡倒转去食，保证你食落甲就是安尼，事事如意啊！哦，可会事事如意哦？无唔对，我这老岁仔人哦，绝对袂骗你。来，我包一寡给你。